昨暗时，伫嘉义市文化局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由嘉义五间各中小的迪品仔合唱团，甲来自韩国釜山基章郡的少年迪品仔团伫遮相聚。每一位团队拢展现出特殊的音乐风采，为嘉义市带来一个温暖的暗暝。昨暗嘉义市音乐厅迎来一场国际交流音乐会，分别是由玉林国小、地行国小、林兴国小、宣城国小以及民生国中的迪品团甲合唱团做伙，甲来自韩国基章郡的少年迪品团做伙，来为着嘉义带来美好的暗时。今天呢，非常的高兴，是我们这个韩国跟我们嘉义市啊，一共有六所的学校呢，来进行这样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个音乐的响宴。那特别是从韩国的釜山，那么基章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子弟团啊，那么在过去因为跟玉仁国小过去韩国交流的一个机缘，那么借这样的一个再度的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促成这样的一个音乐会。那今天的这个音乐会呢，这个一共有我们嘉义市的四所小学，还有民生国中啊，那么子弟团、合唱团跟韩国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交流。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嘉义市是以这个国际视野作为一个教育施政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方面是透过音乐的交流，让我们的师生在音乐、在子弟、在合唱有更多这个国际的交流的经验，也有上台的这个表演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一方面，我们也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未来这个学校透过音乐能够走出国际，那让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能够加深加广哈。处长郭天才表示，透过跨国的迪品音乐交流，和嘉义音乐的音乐会当互相熟悉，也会当在练习甲演出的过程中，进一步的增加台湾甲韩国的友谊，进而创造双赢。这摆嘛爱感谢玉林国小进行的国际间的合作，才会当有这摆交流的机会。首先，其实是要很感谢我们嘉义市政府对于我们小朋友参与这种国际交流以及音乐的支持，跟在我们教育处的一个全力支持下，促成今天的一个音乐会的成型。那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机会可以登上我们嘉义市最高的音乐厅文化殿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早上韩国团来到我们学校时，全校一起聆听他们的表演时，也都非常的感动。我们很感动，孩子有很棒的一个观众素养。那今天晚上也来了许许多多的观众来看他们自己孩子登上舞台。那我相信这给孩子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回忆。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另外我们四所有校一起来参与，让更多的孩子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透过音乐可以彼此交流，然后变成好朋友。校长杨家豪表示，今日有真侪观众来看家己的囡仔登上舞台，并和囡仔做伙交流音乐。熟悉新朋友，对这囡仔来讲，也是一个最难忘的回忆。最新新闻内，就开始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